好生活像云朵，自在漂浮才美丽。大家好，我是好美丽的周金开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期待已久的史诗级作品宝骏云朵。宝骏云朵独创的设计理念，天空美学，云海白，烟云青，雾云紫，你相信光吗？宝骏云朵全系标配 LED 自动大灯，照射更宽更远更亮，抬头看天，超广角的云顶天幕，语音电控的全遮光遮阳棉，只有通透的舒适，没有暴晒的烦恼。 Don't be shy， 云朵采用了四轮四角的独特布局，得房率高达 67.9%， A 级车的尺寸带来了 B 级车的空间体验，复古风绿宝石，轻奢风黑珍珠，两块智能悬浮屏，超大超薄超窄边。我们的车机系统 LinOS 升级到了全新的 2.0 版本，无线充电，三杯托，变频空调，还支持手机远程预约。全车做了24处的声学包优化，256色呼吸氛围灯，同级领先的头部、肩部、臀部空间，三个人坐一起也不显得挤。云翼电动尾门支持记忆调节和电动开合，还能在后备箱前1米的范围内感应到车钥匙，自动抬起帮你打开。买车就送地下室，3层复式设计，日常的储物空间可以放下整整10个20寸的行李箱。后排座椅悬屏放倒，秒变1.8米的大床房，储物空间可以达到1707升。宝骏云朵还有多达18处的储物空间，真正做到了人性化的全屋收纳设计，是不是马上就想拎包入住？360公里的版本，城市通勤，经济适用；460公里的版本，跨城出行，轻松无忧。220伏对外取放电功能，这次也安排上了。宝骏云朵立志打造更适合中国家庭出行的舒适驾控，底盘采用前麦弗逊后扭力梁悬架，1500兆帕超高强钢，后悬架液压衬套，全系标配 eBoost 电子制动系统，0的制动距离小于40米，全车采用3驱5环超高强钢龙式车身，全车配备了4个安全气囊，2个侧气帘。宝骏云朵万众期待的零息自驾到底有多强？我宣布宝骏云朵的价格是360 Plus， 360 Pro， 460 Pro， 460 Max。 我们还有更大的惊喜，搭载零息自驾版本的宝骏云朵将于10月上市并交付，现在此时此刻正式开启盲订。感谢超过500万车主的陪伴与支持，愿我们的生活都像云朵一样，少一点烦恼，多一点美好。